都对我对大家都非常的好，好，我们很感谢理事会的庄伯儿，还有你们，谢谢你了解我们的诚意，谢谢，哎，这个是互相交流，真的非常好，非常的棒。那么这一句说那个安顿的地方，合作的话，肯定会把这个会做得更加好，会做得更加好。那么就是说刚才没有承诺那些东西呢，你们希望你们啊，庄伯儿和你们理事会，你们几个大头呢商量看，可以吗？或者你们不用说做百贴的，不用说做百贴的，做好像他们高文宇啊、九王爷他们用那一类呀、整排的啊也可以用的那种很省罢了，很省罢了。只要说我们的团队啊，全部的团队能够在一起，人家来到大三角要找不公正一下弟弟朋友，哦，弟弟啊。KTM 或者是在那个陈彦顺的那个地那边，以前的八先生那边，所以很容易找。你们那边好吗？大家那边好吗？好的，徐总，好的，徐总啊。看来我们的主播啊，有讲两。